资源回收是我们三个里哈和结合在一起，然后我们的志工也很辛苦，他们每天晚上到处都帮我看一下环境。今天看的这些环保自收的东西还算少，在过年前我们收到的是更多，甚至我的手机里面也有留了照片。所以说非常感谢清洁队他们的辛苦。我们除了我们做资源回收，我们也把资源回收的物品拿来做一些创意，像这个安全帽，还有我们回收的花盆，这样子又可以省钱又方便，而且又可以美化。那我真的在郑重的感谢我们这些志工团队，志工团队，我们的志工团队非常的认真。